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开箱一个厨具，是丹尼人的一个烤盘套装。丹尼人呢是双立人旗下的一个品牌，几乎品质和双立人是一样的。根据上面的说明啊，这个碗具可以用洗碗机洗，烤箱、微波炉，最高300摄氏度，572华氏度，最低是-20度。就是说，大家放冰箱里面的时候，冷冻不要低于-20度，有的冰箱可以开到-70度，千万要注意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碗体非常光滑，做工很好。大家可以把这个丹尼人就作为这个双立人是一样的，我感觉没什么区别。但是在美国，丹尼人比双立人还要多，比较一个中端的品牌，我个人觉得。可以有两个大碗，两个小碗。待会儿我们用这个来做菜。包装还是挺扎实的。这一套在山姆会员店买$120。主体还是瓷质的，胎质比较厚。这个长条形的烤碟，这个花盘适合做馅饼啊，太好吃了。大的烤盘，这个应该是偏中炮，略微放在箱子里面久了以后有点浮灰。红白色更适合圣诞气氛哦。这个小碗正好能摆下一个三明治，这个小碗正好能放得下一个番茄。我们来看看它的底部细节，底部是这种双边底设计，内外底设计，内外边缘双边缘设计。这应该是个回子，叫你回家吃饭。这便于在烤箱里面，便于隔热。这种设计呢，便于隔热，保护桌面。这样热量不容易传递到桌子上，不会把桌子烫坏。用料很扎实，这个用料很扎实，釉面很光滑，
很坚固。在洗碗机里面洗，很容易就把这个脏东西洗掉。现在我们吃过的这个烤盘，丹宁人烤盘，直接放进去。放我这个洗碗筷。待会儿我们看看洗出来什么效果。从洗碗机拿出来，洗好了，又闪亮如新。这就是一个丹利人烤具八件套的一个开箱。